好，我聊美化环境，打造安全交通路网。吉安乡公所特别推出电杆美化的工程，除了让路口后置更为直观，也融入当地部落特色，整合多元功能，落实安全防护。为了美化环境，也打造安全交通路网，吉安乡公所特别推出电杆美化工程，整合包括电杆、草化岛、三色号志、电灯照明、路口监视系统、指示标志牌等等，提升路口视觉，也融入当地部落特色，要落实安全防护。吉安乡南埔多梯形的路口，历经了中山路、中正路一二段以及吉丰路的这样的要道。也是车水马龙经历的地方，过去20年来没有再重新整理，也生怕会影响到安全之余，所以今年吉安乡公所特别用我们的机设费来使用共购一个电杆的铺陈，减缓所有的电线和所有铺陈的一个对路人用路安全的维护提升，所以我们也加上了原住民的图腾，让我们在视觉上面有更吸睛的幸福跟精彩。面对交通枢纽的大量车潮，吉安乡公所积极进行全面旧有设施检修及美化，为确保施工品质并做好严格把关，乡长尤淑珍在日前也实地前往南埔加油站前三角槽化道进行勘查，希望提升民众的居住品质和交通防护安全。记者徐立清吉安乡报道。